对。滚爽没？我想磨刀。好，可磨可磨。猛牛龙被破坏出来，为什么？他应该是遇到黄怒了，太可怜了吧！我们很可怜，我的部位破坏，我也快被部位破坏了。还会加速，这人。不要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哎呀！可以，你可以转后回复了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转后回复发动啊。啊，他不是把火焰取消就有了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有装啊？我有啊，我这套就有啊。啊。本身啊。啊！要求我，你滚掉了。哎呦！我看到一个大位移。啊，我也是。网络是不好了。应该是哦。应该是视频的问题吧，就是大家看都一样啊，就是。哎，哇！知道啊，那个。还不能抓吗？要不要抓他看？可啊。把他戳死了，吓死了！你可能在多戳敌啊，就是。你看啊，你看这招，这样子啊。哎，对对对对，那个跳进来斩的，然后这个打完会接，可以接一个那个也会想走。对，可以哦。哦，他是直接戳在他的脚上呢，不一定是飞翔走。对对对对对。欸、很强哎、欸，我看那个那一套很痛，很痛。他说这个堪比超解。对啊，那个就是人家讲说，已经可以跟其他武器比了。可是就是要节奏游戏，就是我身上一亮红，那之后就要按下去了。习惯就好了。是啊，我在练啊。那个就是跟超解一样，玩习惯就会了。没问题。来了，冰咒吧。还是江江没打到他要的。嗯？嗯？嗯？我看一下。啊？这什么？
啊，人家天壳啊，没有啊，是暴锤龙的天壳啊，所以还要再打，刚打到，干，还要再打对不对？还要再打，壳啊，中二也还没，也差一个，早讲嘛，拿锤子啊，去上个厕。嗯，我今天也尿好多、哦。没有在活动吧？然后还要打什么？好，一样就是打爆一样啊，只是刚刚也是有点刺激。哎，刺激。嗯。啊，刺啊！刺啊，刺激！爆锤！哎，剩一次哦，我的这个剩一次。好，我还有，没关系。是怕你的网络不好了、啊，不应该说我这奖励很不错。来吃个猫的生物博士好了。吃了爆抽筋。你知道爆抽筋啊？对。然后吃个 KO 素。嘿，更换道具，可以。啊，我还没看完，然后去看哈基他们在打什么。哈基他们今天也从 No No Life 改成 PC 咯，不是啊 ，YT 咯。PC。谁 YT 仔？我们那一群的啊，就从 No No Life 改到 YT 了。哎、欸，奈斯回来了。对啊，你一去尿尿的瞬间他就回来了。我以为他弃我们而去了。被丢在他面前，现在被丢在面前的几率好高、哦，很棒呀、啊！哇，这上有防怒恐根，有啊！我刚刚猛锤龙连撞、欸，一个连撞 combo， 离太远了，石头哎，先行自造，捡个石头，哦，在他脚下有一个石块 ，Go go。我来啊！只是现在鼠键很多都改在滑鼠上，所以片手那个我要再调。把它改在侧键啊！就是都在侧键，我的右手很酸哎、欸。哦，我来了。他不走边边一点。那我们就靠边边一点。可以了。换我了。我走。哇，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你看判定怪怪的，我看我死鬼。来了，不要打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不然呢？哎，谁？董哥来了。哦，才说不要，不要。不要。很坏耶。看来有人很不想要天可，以及他可爱的下巴。忽高下高，不要不要。
孔哥来了。哎、欸，三 P 哦。壳的龙之类，哎、欸，他撞到什么？他被吃痕吧？有啊，刚刚突然蹦出一个一六一五六。嗯，那我也不知道。恐怖，孔哥红眼呢？还下来？孔哥红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我笑死了！哎哎哎哎哎，尊重尊重！他跑了，孔哥追上了，孔哥紧追在后，欸、会不会追上呢？走开啦！好快呀、啊，孔哥！拱哥紧紧直追，可以撞了，爆锤可以撞。我自从在滑坡他倒了之后砍他那几刀结束，我就没再砍过他，砍不到。不是，要被特英雄。我又看到他位移了，他这是滚走还是？啊，他滚走了，滚走了，滚走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他走回来了。啊，他停下来，给撞，给撞，给撞。孔哥也来了，孔哥也来了。啊，死人啦！死人啦，晕啦，猫啦，有没有粉啊？我被冰封咬死。猫的包抽筋，孔哥狂抓，太气了吧！我一直扣五百，对呀、啊。哎，嘘，我把砍掉了。哎，哼。啊，晕。可以玩电音吗？哎、欸，欠缺的惩罚没有我想象中的大、欸，就是还算 OK。好了没？好了没？转太多圈了。
啥又晕啦？可以撞。他把我给甩下来了。哎，那边有棵树，没有树，没有树。尾巴有挖好了，哇，有啊！哎，没挖就没挖，不要跑去啊！追走过来，哎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可以不要把石头堵在那么小的路里面吗？我的左边可以过来吗？哦，他过去了，走不通。这一百叉落石之术啊，我没有落石。我不知道忍术喜欢吗？喜欢，有没有一百叉让他死之术？一百叉落石之术，哎、欸，这个也可以。哎、你怎么不等他醒来再用？找到了。等他醒来再用，会再躺一次呢。对啊，耐死你不耐死哦。哈你叫恩恩耐死。被撞了。他倒了，他倒了。我被撞没了，我也被撞了。好美啊，要死了、好恐怖哦。交给你了，我救你，你还要敲我是怎样？让你飞。你怎么不等他到家再过去耶？没有，他停了在这里。哦，好吧，一百发捕获他之术，上吧。没有，我们陷阱了。我有，我有。啊，你弟啊。我才想说，我这个血量是会死。没有。哎呀，他是踩中我的地洞。
怎么摸？我怎么只是跪下来摸个地板就回家？好伟大哦！瞬身之术。这个断级相杀有点猛。啊！天可啊啊！两个天可。啊这就对了嘛！我想说好啦，没有中。哎、欸，我48等啦，快了快了。素纳攻击，好棒哦、喔！还不错哎。什么玩个骗手剑，结果锤子真的不会玩。再来就是冰咒了。铁壁护石？问号问号问号问。银灵晶原石。哎，所以铁壁可以删掉一个。嗯。炮鼠在这里。要冰咒龙吗？好啊。好。咒。三银一金啊，真的不能打哈欠呢。一打就想睡。不是，一打就好痛。哦，我的嘴角，那颗痘痘。不是，它已经没了。哦，但是结痂又裂开，结痂又裂开，仿佛听到撕裂声。啊！当你嘴巴打开时，你只会……哎、欸，哎 ，SCT， 干嘛？你看到了吗？他来干嘛啦？所以你们……他怎么看得到？不要理他就好了，不要理他就好了。好好，赶快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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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这个这个日防夜防都在防他。等一下哦，那个我马上要讲话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说等一下接任务的时候，就是大家就赶快进去、啊，要不然就设密码。对啊，我不用啊，他进来我就提他就好了，有差吗？那你接了吗？接了。好，全部的人都在等你一个。我最慢，我最慢。我想说，你说要赶快赶快，结果你还没给我进来。我看处理其他事情，就你最特别。哇 ，so special！ 耶！我还需要准备什么？啊，我的包包还没有整理。我去隔壁打个招呼哈。打
消。OK OK。丢在隔壁。靠哪边近？一还是十一？靠在十二那边。哦。这里哦，哎，是旗面组哎，对啊，来吧，我没有石头，等一下、哦、附近光拍，你好重要，哦、我要上咯，好，啊，就这里了，这里感觉还蛮好撞的。哎，渡到哪去了？哦，对，嘿嘿。哦，这个换这个地方我喜欢。骑车吗？没有，好。好了。你要骑车的话，大家先不打头啊。嗯。没有在叠骑乘值，不是说有骑面族吗？在楼上，在楼上，在楼上。哦，我以为在这边。嗯，你要骑。不会破坏。我只是炸了一下墙壁，它就不会破坏。你的那根柱在哪里啊？我想炸你的那一根。在就脖子那边，喉头那个地方。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但我炸那边，我也红爷，红爷的助听器。哈哈哈！那是助听器。不是助听器啊，麦克风。是那个抽烟抽太久。对对对对对。要插那个东西讲话，或开一个洞。所以我敲那个位置也会爆炸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要爆炸伤害，要爆。哦，我有啊，我有啊，我有啊，我是爆炸的、啊。那你触发？有啊，想说爆破的话，应该就会有。今天打的时候怎么会有是吧？会有一个怪怪的伤害出来。我觉得它戳在这个水球上，应该会有水喷出来啊！哇，你好多跳台啊！等下头怎么钻进去？玻璃破掉的声音，舒爽啊！中国人心碎的声音，不能讲这么直白。你不能讲这样子，不能这么直白、啊。这样子，我粉丝会少一两个哦，翻墙过来都会不见了。抱歉。
我要努力打他的尾巴。那怎么被打下来了？哎，那根不见了，等我一下啊。哎，你这样害我的那边都没伤害了。哪边啦？那边啊，偏左边的那边啊。谁下的呀？先补血。对，最终啊，连了，好，你们撞，你们撞。等下我找不到落石啊。把他的天空上应该，哦，哎哎哎，哇，不算嘞。天空不是可以把它射下来吗？有啊，啊我射啦、啊。哇，他们下来啊，这我很好奇啊。我也很 A 啊。我也很好奇。哦，上去是上去了啦，但是那个位置啊，啊，我知道为什么控枪会有落石了啦，会有掉落物了，因为它。要装掉落物才能插那一根啊，所以他一定要自己能知道掉落物啊。虽然是这样没错。对啊，不然的话他是重武器耶、欸，到底说轻武器才会掉落物？挖什么挖这么爽？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？普通的竹机而已。为什么可以蹲下来挖？那声音。叫你的 Uber 就好了。哦哦，没有，我都要看哪个营地比较近啊，我要去拿来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奇怪的，嗯，哦，大金的雅致珊瑚鸟。哦，雅致哦，你是金色的对不对？对，金色的。对吧？哪里啊？这边我这个位置。其实雅致珊瑚鸟很好出啊。等一下，我比较想要的是。是灵力吧？对啊，我想要是灵力啊。所以大金，大金颜色都会不一样，没有吗？那小的嘞？小的也是啊。哦。哎，我的不是大金哎、欸，像那个什么姚逸曼是蓝色的，是大金。哦。反正颜色就不一样。嗯。好，你们先忙哦，我去看一下。好。反正就是刚打。很多猫西龙那里。那服务业讲的没有就没有喽。就金色的那个啊，珊瑚鸟。哇，可能是我色弱的关系，我在上面。没有，我看也没有啊。哦，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。嗯。啊、嗯。像那个姚逸曼女王那种，就一定会有。因为那是特殊的啊。就是、对啊。哎哎你怎么没帮我挡好？你挡枪？不是你。这打消。敢开吃馆呢、欸？我在打小，算是便宜。破喽，全碎喽！价格提升哦，国际价格标杆。
它的尾巴默默缩短了。大木博士，他快死了。他挂了，他挂了，他在都飞行的时候都在震呢。用钩爪杀了他。好。啊。去哪？那你怎么回头？你干嘛？表示说他在下面啊，我真的下面没说好。对啊，他就是坐在刚刚那个林立鸟那边睡觉。哦，我以为是在大广场啊。困，困，我头在哪里啊？哼，这边，我来喽。嗯，起来，应该是在这里吧。好。欸，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？啊，我摩德，他突然飞起来了。哎呀，是啦。毛奇龙也想来挖，是不是？好喘。